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长笛嘉年华总监卓燕秀。为什么要办台湾长笛嘉年华呢？一个人跑得很快没错，可是一群人跑得更远哦。在学习的路程中，如果你有同伴跟着跑，那我相信这条路其实不孤单。台湾长笛嘉年华是最多台湾长笛老师集结的长笛活动。经过一个礼拜的淬炼，我们带您上国家演奏厅的舞台，共同实现长笛梦。 Keep fluting and light on， 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台湾长笛嘉年华。